Google Dino. Hi. 快点击这里，订阅我们吧。 好久没出来巡逻了，看他今天好兴奋。啊，洛奇，洛奇，哥哥，在这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脚印，是什么恐龙呢？我也是第一次见。 是尼日耳龙，一种在中生代被称为母牛的恐龙。这是真系恐龙，尼日耳龙的脚印，是我在找的恐龙。啊！哼！小猫咪。哼哼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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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重要的是，这是传说中的尼日尔龙的脚印。提洛，德勒，快找找尼日尔龙的线索。这里是尼日尔龙爱吃的植物的生长地，你们不能踩坏啊！这里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。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的，这就是命运，粉色光芒的命运。尼日尔龙探险队正式成立，探险队的名字就叫粉粉光芒。哇，好帅呀，小梦妮！不，不行！现在已经有我们帮帮龙探险队了，不需要第二个。我们都要找尼日尔龙，探险队当然是越多越好啊！这里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尼日尔龙当然也是由我们找就行了。不行，我会先找到的。你们别吵架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好主意！哪个队先找到恐龙，就能获得探险队长的称号，还有帅气的皇冠哦。果然还是粉色威奇最能看懂我的心。来吧，反正我会先找到的。不，肯定是我们先找到，对吧，哥哥？没错。那大家都加油哦。很好，走吧，提洛德洛。好的。别担心，哥哥，刚刚也是我先发现恐龙脚印的。没错，罗奇，我们快走吧。苹果来引诱尼日尔龙的话，它一定会出来的。提洛，德洛，尼日尔龙出来了。苹果飞去哪儿了？提洛，德洛，找到尼日尔龙了吗？你是谁？我是提洛呀。不行了。大家集合，我们要开一个作战会议。恐龙啊！是哪只恐龙拉大便了？味道可真难闻。对了，味道，你们对味道很敏感啊。我们还知道是小梦妮放的屁，味道超级大。这次一定能找到，肯定能成功。没有，这边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藏得可真好啊！没事吧？多奇，
奇，你看这，你看看这些草像不像是被尼日尔龙们吃过？是啊，他们肯定在这边经过，肯定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也吃过东西。我们跟着这些痕迹走吧。太好了，这次肯定能找到。出发！怎样？应该没错。啊！太棒了，我们一定能先找到。走吧。啊！洛奇，啊，小莫妮，维斯哥哥，我们快点！洛奇，看那！哎，是尼日尔龙，是我们先找到的。你说什么呀？他在吃着我发射的苹果呢。等等，那个苹果看起来很好吃吧？你犯规了！既然你犯规，我也不客气了。你还是我认识的洛奇吗？把它慢慢放下来。好的，洛奇、小梦妮，你们两个刚刚都太想赢，让大家差点都陷入危险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只想着要赢，我没有资格当探险队长。如果提洛德洛提前告诉我关于尼日尔龙的事情，我也不会。不过，我还是得宣布今天探险队长的得主是。得主是洛奇和小梦妮，我们俩。幸亏洛奇及时发现尼日尔龙的异常，才能快速进行治疗。小梦妮也非常优秀的帮忙救援，所以你们都有资格获得探险队长的称号和皇冠。但是以后可不能因为太想赢而让其他朋友陷入危险哦，都记住了。
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打扫的，但是太麻烦了，等一下再收拾。今天做什么都觉得好累好麻烦哦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你们俩马上出来。单摇双摇三摇。哇，思东哥哥你真的好厉害呀。就是啊，不过思东本来就很擅长做运动，这其实不怎么难，你们要试试看吗？我教你们。我要回去打扫基地了。我也有别的事情要做。是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那我自己去做运动喽。小萌妮，你让我们出来要做什么呀？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好不好？真的好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喂，提洛，你说什么麻烦啊？哼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？那些，哇哦，那些恐龙是万龙。不过那边上的那只小恐龙脖子怎么那么粗啊？可能是长得胖。是吗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哇，真厉害呀！思东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做运动，因为要经常让身体动起来，才能保持健康。运动？我最讨厌运动了。没错，运动好麻烦。太好了。帮我教教提洛、德洛做运动吧。是吗？怎么不要？我可是为了你们好才拜托人家教你们。不是那个什么都嫌麻烦，一动不动的话对身体也不好，还会变懒惰。我知道了。好吧。那就拜托你了，我去看看帅气的万龙们。马上回来。来来来，好的，放心交给我吧。上面的树叶更多，那只万龙是不是因为脖子上肉太多了，很难抬起头来？这样不行，我要带他去找思东。小万龙呀，跟我去一个地方吧。在正式开始前，要先做热身运动。来，跟着我做。需要的是专注力和平衡，坚持到最后。坚持住！哎呀！好累呀，我不做了。我也是，不做了。有这么累吗？那我们做简单一点的跑步。不要，不能跑。好吧，你们不想做就算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咦，思东呢？已经走了。他已经走了。那运动呢？我还把小万龙带过来了，想让思东帮忙教他运动呢。不行，运动太累了。无论是跑步还是其他的，没有机器帮助的话，我是坚决反对的。没错，没错。帮助运动的机器。怎样？你们只要在运输带上面走就行，是不是很方便？要试试看吗？
我不要。刚才跑太多了，我的腿还痛呢。嗯，我的腰也痛啊。哦，对了，要不然让我们的小万龙走上去试试看。很好很好，就这么决定。怎么样，要试试看吗？太好了，加油。运动最重要的是基础体能啊。哎，这不是迷惑龙吗？嗯，他怎么了？你好，迷惑龙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？啊，不一起走啊！加油，小万龙，你可以的！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再加快一点速度。皮诺德洛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你不能过来！长得确实很像，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种恐龙。难怪，胡子看起来比较粗，我连这都不知道，还以为它长胖了才把它带来做运动的。小梦妮，虽然做运动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过度运动可是不行的。对不起，都怪我不懂才犯了错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奇洛，德洛，我们现在走吧。刚才跑太久了，好累哦，我的腿都疼了。是呀，我也好累呀。没错，我的腿好像要断了。不管怎样，回去吧。
好累呀、啊，腿好痛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雄性冰脊龙靠他帅气的冠部吸引雌性爱上他，然后结成伴侣。居然喜欢雄性的冠部，真有趣。雌性冰脊龙非常喜欢冠部，偶尔也会因为冠部追逐其他的恐龙。真的吗？哎，是话剧节的小号声，我们去看看。某一天，老鼠看见睡着的狮子，毫无畏惧地走了过去，结果老鼠不小心碰到了狮子的胡须。狮子从睡梦中醒过来，飞快地抓住了老鼠，打算一口吞进肚子。老鼠求狮子说，只要狮子放过他，他以后一定会报答狮子的。狮子哈哈笑地问老鼠，胆子又小身材又小的老鼠能为狮子做什么？接着就放开了老鼠。但是在不久后，狮子掉进了猎人提前做好的陷阱里，不管狮子如何挣扎都没办法从网里挣脱出来。只要猎人一来，狮子肯定没有办法逃过这一劫。这时老鼠出现了，它用牙齿咬断了网，把狮子救了出来。最后老鼠威风凛凛地对狮子说，老鼠虽小，但也可以帮助大狮子。这个狮子和老鼠的故事就是我们要在话剧节表演的节目。现在我们来分配角色吧。角色要怎么分呢？那么让我先冲。等一下啊！我也参加，那主角肯定是由我来当喽。等一下，小梦妮，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演话剧，就要先抽签。好啦，大家按顺序抽签吧。老鼠。可爱的小猫咪居然要演一只小小的老鼠，哈哈哈！是狮子，威风的狮子，哈哈哈哈！什么？那你跟我换？什么？不换？交换，交换。乐平，小猫咪，我们要开始练习啦，快准备一下。知道啦，我肯定认真演。哇！居然是老鼠，居然要演老鼠，为什么是老鼠？哈哈哈哈哈哈，老鼠又被吓到了，真是胆小鬼。别嘲笑我，我不是胆小鬼。如果不是胆小鬼，你就去把狮子的胡须拔回来。小萌，狮子，做不到吧？你就是胆小鬼，你就是胆小鬼。谁说做不到？我肯定可以。勇敢又帅气的狮子登场，让我们开始吧。哇哦，你居然趁我睡着的时候碰我的胡须，看我一口把你吃掉。狮子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这么小只吃了也不会饱的。等一下，小梦妮，你应该被吓得全身发抖，再来一次吧。重来。知道了。狮子大人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这么小只吃了也不会饱的，如果你这次不吃我。不对不对。皮龙，你过来。我怎么了？小梦妮，你对皮龙发火看看。什么？知道了。皮龙，你要气死我吗？对不起，小梦妮，虽然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但是请你原谅我一次，求你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小梦妮，你试一下吧。什么？可爱的小梦妮居然要演成这个样子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你抽到的角色，当然要演好呀，像我一样。你这么会演，那你来演老鼠就好了。我已经是帅气的狮子了，如果你没有这个头箍，根本一点都不像狮子。你以为我拿不到吗？快把我的头箍还给我！不要！
哦，是头菇。啊，我的头菇！能找到真是太好了。走吧。来了。其他人呢？大家都去休息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那我也去休息。不过，小梦妮，你认识新朋友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的朋友好像心情很好呀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那只恐龙怎么看起来心情这么好啊？这个，难道它是来找我的？小梦妮，这次做得很棒。没错，你勇敢救了拼的样子真是太帅了。谢谢你，可爱的小梦妮本来就这么厉害。哦哦哦，这么小的老鼠居然救了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事实证明，小老鼠也能帮助大狮子。老鼠成功救出狮子了。原来老鼠才是真正的主角呀。你现在才知道吗？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大家注意，慈母龙群正在朝着 B 区域移动。他们现在的路线肯定会经过三角龙的栖息地的。汤姆，波奇，三角龙的栖息地有很多小恐龙和恐龙蛋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转移走。绝对不能让慈母龙群经过三角龙的栖息地。
看来要引他们走别的路才行。必须让前面的恐龙改变方向。霸王龙爪牙发射！汤姆、波奇，快来帮忙！绝对不能让慈母龙群从三角龙的栖息地经过。知道了。我们在前面做一道墙，让慈母龙群改变方向吧。墙？我负责砍树，波奇你负责把树搬过去，拼成一道墙。知道了。汤姆，波奇，墙建得怎么样了？韦斯，我们还没建好。慈母龙群马上就要到达你们的位置了，加快速度。汤姆，你看那边。这样下去可来不及啊。不行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看我的。幸亏来得及，汤姆做得好。我们现在去看看慈母龙群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吧。好呀。好呀。今天能不能遇见我命中的恐龙呢？啊，我命中的恐龙啊，恐龙！咦，那是什么？有趣，有趣，真有趣。嗯，那是什么呢？嗯，啊！小梦妮，小梦妮去哪儿了？嗯，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小梦妮去哪儿了？啊，这是我先问你的好吗？小梦妮。不见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小梦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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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到底是哪里呀？是你们拉我进来的吗？过分。今天你们就是我命中的恐龙了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好痒啊！小梦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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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提洛德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出大事了！小梦妮不见了，帮帮我们！啊，小梦妮不见了！是啊，小梦妮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你中了！不能留在这里，出去吧！这点泥土等不了我。不好！
像出什么事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嗯，我们小梦妮呢？我去看看吧，如果发现问题再联系你。好的，波奇，拜托你了。你在找什么？救救我们！嗯，小梦妮。别担心，让我来解决。嘿，啊，好了。啊！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韦斯、汤姆，小梦妮和小绝笨龙们有危险，你们快来帮忙！什么？知道了。小梦妮和小绝笨龙们都被埋在里面了，我刚刚试着把土挖开，可是又坍塌了。大概是因为慈母龙群在移动，才会再次坍塌。在他们来到前，要赶紧救小梦妮他们出来。知道。不行，不能用增加地面冲击力的方法。慈母龙们快到了，快点儿！等等，再等一会儿。就是这里，这里是地洞。我觉得还是让慈母龙群改变方向的汤姆才更帅。那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。没错，每个人擅长的事情都不同。现在我们帮绝笨龙修理好他们的地洞吧。这个提议好。既然这样，你们顺便帮我挖一个地洞当别墅吧。知道了吗？什么？很荣幸吧。我们去那边一起玩吧，这么开心，我也开心。小梦妮提的要求，谁敢说不呢？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98、99、100，都藏到哪了呢？是乐拼，对吧？找到你了。被发现了。雨下的好大呀，我们快回基地吧。我才玩几天了呀，好可惜。
魏奇，他好像在找什么。什么？你们都在找什么呀？有恐龙不见了，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去查一下。我去找了一下三角龙，发现他们的孩子不见了。西杰龙那边也不见了几只，甲龙那边也同样少了几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从下完大雨后就不见了。我们要马上出去寻找恐龙。好的，我和威奇、乐平一起去东边的森林找。那我和艾奇去西边的森林看看。司东留下，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们。知道了，我们走吧。真的看不见恐龙们的身影，他们应该是出大事了。都是泥浆。汤姆，我们去那边避一下雨吧。好的。怎么感觉好奇怪啊？对呀。雨太大了，很难继续搜索。我们叫上汤姆和艾奇一起回去吧。好，我来联系他们。汤姆，艾奇。让我试试。汤姆听到吗？艾奇回复一下。怎么都不回复？是帮帮龙探险队呀。遇上我可是你们的幸运之日呀。小猫妮，你有看见汤姆和艾奇吗？没有啊。说起来我今天一只恐龙都没看见，是因为下雨吗？没错，下大雨之后很多恐龙都不见了，所以我们才出来找的。可是现在汤姆和艾奇也联系不上了。下雨之后就消失了，这可太有意思了。很好，就让我来解开谜底吧。奇洛，德莫，出发。知道了。小心点呀。这些淤泥搞得我出不去。我们呼叫救援吧，维斯，救救我们！在淤泥里泡过，无线电故障了。汤姆，等一下，我打开云梯，你顺着云梯出去。进泥坑里了，要过去救他们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对不起。这里的树叶好像特别少啊。有的树树叶少也不奇怪吧？怎么了吗？不对，你们看其他的树。只有这里树叶特别的少，说明这里有喜欢吃这种树叶的恐龙，对不对？对，小梦妮说有恐龙就肯定有恐龙。你们两个是在泡泥浆浴吗？皮肤肯定会变很好。不是啊，我们是掉进泥坑里出不去了，帮帮忙。既然你们这么需要我的帮助，我怎么能拒绝？奇洛，德洛，去帮忙吧。知道了。快来救救可爱的小梦妮。刚才是小梦妮的声音，我们快去看看。
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泥坑啊？出现了这些巨大的泥坑，你看那儿，原来消失了的恐龙其实是掉进泥坑里了呀！我们快过去！一不小心我们也得掉进去，但还是要快点过去。斯东，朋友们有危险，快出动！我知道了，韦森，勇气力量变身。树放倒下来，乐皮和斯东负责搬运过去。知道了。还是先得把马门西龙引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怎么办呢？树叶。什么？这附近有马门西龙喜欢的树叶，就是这种，用这种树叶吸引它。太好了，这是好吃的树叶，你想不想吃呀？没错，跟着我。其他泥坑里，赶紧救他们吧！把树连接到那边去，他们就都能出来了。好的。现在我们要把那些泥坑都填好。这样恐龙们以后才不会再掉进泥坑里。是的，没错，这种事情当然少不了我了。杰洛，德洛，快开始干活。我们我把马门西龙带到地面坚固的地方去了。可能马门西龙也想跟恐龙们一起玩捉迷藏。这次事件真够厉害的，如果没有我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，大家尽情的感谢我吧。哎呦，小梦妮，你可是我们救上来的。我把顺序搞错了，应该是我先跟大家说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这才是小梦妮呀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这种恐龙叫白熊龙，是生活在北方的恐龙，它可是有着北极熊蜥蜴的称号呢。北方？你是说这只恐龙生活在那个冰天雪地狂风大作的北方吗？没错。威奇，你去把书推了吧，太荒唐了。不是的，恐龙们生活的北方其实没有那么冷，比想象中的要暖和。真的吗？
小蒙妮，你想不想去看看呀？毕竟听多少遍都不如去亲眼看一看嘛。嗯，好呀，我小蒙妮当然不会错过去探险的机会。那好，出发。那本书果然写错了，这里明明很冷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气候变了，这里连恐龙的影子都看不见，难道他们为了躲避寒冷到别的地方去了？这么冷的天，恐龙们肯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。没错，我们赶紧去查看情况吧。哦，所以说北方探险要开始了，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。小梦妮，现在风越来越大了，你要小心行动啊。啊，风吹过来很凉爽，很舒服啊。奇洛德洛，出发。知道了。我们也出发吧，注意观察周围情况。好。这风太大了，小梦妮小心点，这点风算不了什么，别担心。小梦妮危险。小梦妮，提洛德洛，哎呀，他们不见了，得快点找到他们才行，赶紧行动吧。但是我们该往哪里走啊？先去这边看看吧。嗯。好痛啊！这是什么地方呀？维奇，朋友们，在哪呢？我们在这里。没问你们了，我是说帮帮龙探险队。可是这里为什么这么冷？去洞里躲躲好了。等等我们。
小心！白熊龙可是很凶猛的。那头白熊龙有点奇怪，它可能在刚才的地震中受伤了。受伤？天气这么冷，不能放着它不管啊！没错，得给它疗伤才行。它太凶了，这样我们没法靠近。那就糟了。朋友们。小梦妮，你没事啊，真是太好了！不管在哪里，我都能逃出升天。哎呀，现在这不重要，我刚刚终于见到恐龙了。咦，跟它一模一样。原来你已经见到北极熊蜥蜴白熊龙了呀。不过它出事了，北极熊蜥蜴被困在洞里了。什么？这么冷的天被困在洞里的话，它会因为寒冷和饥饿而死的。那我们赶紧去救它吧。那你们快去，我留在这里照顾这头白熊龙吧。那好，帮暴龙探险队出动。猛斯，勇气力量变身。汤姆，智慧力量变身。威奇，爱心力量变身。还好这暴风雪已经停下来了，汤姆，帮忙凿通入口吧。好。冰块要掉下来了，让我来处理吧。霸王龙受伤。冷静点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他现在非常愤怒，大家小心。恐龙啊，你冷静点。小梦妮这主意不错。好啊，叫博尔卡和柯迪过来吧。博尔卡、柯迪，这里需要你们。收到，马上过去。博尔卡、柯迪，麻烦你们飞往温暖的南方。别担心，我们出发吧，柯迪。好。这次多亏了小梦妮才解决了问题，我果然很厉害吧，哈哈。是啊，不过以后要是能少闯点祸那就更好了。什么闯祸？明明是英勇的冒险呢。冒险，来劝一下小梦妮吧。Go Go Dino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